到至今，共拿下13座金曲奖，是目前最高纪录。但他却在2015年时正式宣布封麦，告别歌坛，选择隐退，过上退休生活。如今8年的时间过去，粉丝们还是很关心他的一举一动。不久前，他则被捕捉到与王力宏、霍建华、林心如一同聚会的画面，让粉丝们又惊又喜。而近日，他也罕见分享自己的近况，透露在退休后还是热爱唱歌，可以在家独自唱 KTV 连续7个小时。虽然想念歌迷，但他也很喜欢目前的平淡生活，同时也积极的参与公益，低调帮忙许多弱势团体，也常伸手帮助生活困苦的艺人走出低潮，生活可是相当充实。消息曝光后，粉丝们则纷纷留言表示，实在是很想念江蕙的歌声，期待二姐早日复出啊。Bye.